这太像半只啤酒瓶了。来，掌声有请这位朋友齐齐格。哈塞梅诺，哈塞诺，主持人你好。哈塞诺，你好。这是一件，这是清朝光绪年代的，它叫琉璃瓶。琉璃瓶，对，清朝光绪的。对对对。啊，有款啊。啊，对对。哦，光绪年制，四字款。这个是据我爸说，我们家族是个贵族，然后当年的皇帝就是赐给我们祖上的这个，哦、然后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。你祖上是蒙古族的贵族，蒙古族贵族，当时赐给你们家族的。对对对。哦，怎么看都像是清朝光绪的啤酒瓶儿，开个玩笑。老师好。这个的学名我们叫它什么呢？叫摇铃尊。摇铃尊，摇铃尊，这个在清代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，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35。清代的时候啊，进入中国了，然后这种玻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它的透明度，包括呀、啊，它的那个色彩啊，都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发蓝发绿，还是啊有一定的透明度的。所以实际上它是钠玻璃了，而且呢，一般的家庭是没有这种东西的，都是贵族家庭啊才摆设这种东西。这件东西的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什么？上口啊略有残缺，就是啊磕碰过。这个呢，应该说对它有影响的。如果完整器的话，那价值还是很高的。实际上呢，这种器物的造型啊，是这个西亚、中亚呀，那个民族的金属器，包括金银器造型的特征。下边这个呢，实际上过去这个汉人叫它什么？鸡腿瓶。它是啊，有中国的，也有外国的，然后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它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器物造型的产物。小金说了，他父亲20万收来的，有人开到50万，他都没卖。这一对瓶子，如果要是这个国内的拍卖当中还没有记录，但是国外这类东西倒常见，有拍卖的，在美国就有一张拍卖，啊，一个也就是差不多$50,000。算过来了。算过来了。嗯，好，你要对看电视的老爸说什么？我要对他说，专家的话更肯定了你20多年坚持收藏的，这种信念吧。你可以再坚持收藏下去了。